竞赛主广播，请破风潘方亮、张进喜至第二场地出赛。
成绩报告，公开组男双第四名。
开区长龙有班杰，师幼区王泰龙。第三名溪口国中教育基金会吴秉哲、李佑成。第二名加油体育高雄大学林正义。加油体育高雄嘉义大学王凯森。第一名陈段小宇宙嘉义大学陈佑宇。长龙有班杰吴嘉祥，请以上获奖选手至大会准备授奖。
公开组女单，国立体育大学许勋莹、国立莫仲高中林瑜荣，仅至第五场地。Thank you.
公开组男单嘉义高中简富宏郭立厚做高中洪国伟是第三场地。
冠军廖国凯是第一场地。